多謝曬何卓賢嘅演奏，亦都唔該曬陳石倫嚇。你話卓賢，咁啊，我相信你即係吹口琴日子都有一段時間啦，係咪咧？係啊，我玩咗口琴已經13年嘅啦，我由6歲開始學。係。咁啊，我見你頭先吹奏咧，就好有感情啦，技巧又好好啦。咁你覺得一個即係你最欣賞嘅、最出色嘅口琴演奏家，應該有啲咩條件啊？首先就係佢喺技術上面一定要控制得好啦，即係所有音準要 articulation 嗰啲全部都要做得好啦。咁呢個係最基本嘅條件啦。咁跟住第二樣嘢就係會講翻佢個音樂感嗰度，即係會唔會可以同佢嘅從佢嘅音樂入邊聽到佢首歌係其實佢自己個腦入邊嘅 picture， 即係會唔會吹到出嚟俾人聽，帶到俾人聽？咁呢個第二樣嘢。咁第三樣嘢咧，其實就係我最近先領略到嘅樣嘢，就係颱風。其實我自己都仲 improve 緊嘅，但係颱風呢樣嘢，我發覺原來係一個表演者嚟講係好重要嘅。咁一個好嘅表演者咧，佢就咁企喺度咧，都有一個壓場嘅味道噶啦，已經。所以我就覺得呢三樣嘢係一個大師應該要有嘅嘢咯。啲吹口琴最即係打動觀眾一個 pose， 你覺得應該點咧？可唔可以隨便示範下咧？做咗噶啦，係嘛？交俾你，你有5秒時間，係5、4、3、2、1，可以開始。唔該曬你啊！果然是邁向大師風範的一位年輕的演奏家，多謝。